后大家一起点燃排成269的蜡烛，为逝去动物祈福，也愿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投身保护生命的行列。您生活选择上的小改变，对于身处黑暗的他们，无不是一份救命的希望。善的力量需要您的参与，生命电视与您一起用行动挽回时代的迷思，用慈悲缔造和平新世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三米水山现在才放到第73页，就是佛陀过程，也就是烦恼中忏悔烦恼中的脱离状态。现在开始讲忏悔业障，所谓烦恼中业障报障，忏这个三障啊，现在烦恼中忏除，就开始忏业障。从一直讲到负业障能长时尸体猜猜出出不负思维求理智解脱，从一讲到亚位多多张开头，而说明这个参除业障啊，业的意义，众生因为有烦恼，烦恼中之神气现场就会错业，有所作的业因，长时了这个三世中三界六道轮回生死的气象，所以无论身在哪个地方，猜猜处处，处就是地方处所，无论身在哪个地方，一样唔会再过去想讲话，求超出这个世间，求得解脱。所以不负思维求理思解脱，一般人都不会想讲话，我让本章能够超出这个世间的苦海，我让本章得到解脱。世间一般的普通的凡夫啊，都不会有按你的观念，不想求理思解脱。所以因为按你的缘故呢，六道轮回生死就没停止了。下面接下来就讲，所以六道果报种种不同，形类各异，所以身上纹身以下纹，也就是说明众生因为不求出离的缘故，由此之故，所以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啊，受种种的果报，超多业因，业因成熟了，想要不会受果报，没可能的事情。初因结天就会有结果，已是因已是果。因为既然都不会想要求出世间，清早三界六道轮回的业，从人初到有六三业，也不过是生在天上人间。初到暗业，就除了天佑我国学生三木多数故。所以这个三界六道是为凡夫的轮回生死之家呢，因此之故，所以在这个三界六道中受种种的果报，非苦非乐，乐也欠死，他的都是苦果之多。那么因按这个缘故呢，一个果报啊，果报身体所受的环境种种，也就有极多的莫同样的所在，有千差万别，所以为之种种不同。六通人老天不同，人老恶修罗不同，
其中我会有三个个有个不同的书包的情况，每一托种也有千差万别的种种的形体，种种的果包，有几张熟成托，那种类更多，千差万别。像我的反复的用眼看得到的所有的熟成托的种成，你看的身形态的态度比以前不下态，身形色的色都像一点米成人态，有的用而用鲜米样样看得到，所以个众生个蔬果不个身体太小，苦乐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不是种种不同，形类各异，形就是身形，类是类别，异就是不一样，莫重要，异样啊，形类各个都一样，莫重要啊。前面刚才人个身形。只参人多种，中央是人啊，中央是一个人，人的身体呢也有千差万别，也有种种不同，莫讲其他各头众生呢，人体的宽裕了差不多了，只是有国爱皮瘦的差别啊。按过实际上来了，认真看呢，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所在，多多少少有某中央的所在。家庭讲起完全中央嘅人与人之间就会发生混乱啦，睇睇都唔会有完全中央，所以每一托嘅众生，各个有一样嘅身体、一样嘅性格、一样嘅习惯，啊，一样嘅苦乐果报，安尼不是种种不同，形类各异，做某嘅东西会发生安尼嘅差异呢？当地皆是业力所造，也说出一个原因来。我有六套果报千差万别，种种不同的情况，应当而敌。你要统统都是众生过去错过的、所做的业感的力量，啊，使之到现在这个千差万别的神经，千差万别的果报，皆是业力所造。最严重的，就是因为有烦恼，烦恼中的种子神经现场，错造种种的罪业。有业的力量将会发生成为金门的三界六托的千差万别的果报形类不同。下面说明那个业力跟缘冲性，佛事的种业力生成，佛成就无上佛陀，成佛佛果啊，有十种智力，也就是说具有十种智慧的力量啊，发生起其属性的功用。先讲这个十力啊，第一开始就是讲这个佛的十力。佛的十力也会是根据太子度论所列的十力呢，文字还简要。佛有十种力量，哪十种力？第一四处非处力，第二就是眼力，第三听力，第四见力，第五欲力，第六戒力，第七知处力，第八宿命力，第九天眼力，第十六亲力，也就是覆盖十力。简单说明，第一处非处之力，处脱离的意思，是处非处，有脱离没脱离，合理不合理，按这个意思啦。佛地来讲，众生的因缘果报，作善业必听得乐果，作恶业必听得苦报，也就是为了施处有按那个道理合理。今天呢，有人讲作恶业会得乐报，作善业会得苦果，必听莫按那个事情，所以为了悔处莫按那个理悔处。啊，施处非处之力说明了成就佛果，加个智慧能够判断分别众生所处的种种的善恶业力，所得的果报苦乐，其所讲的绝对正确，一时也不会有差错的所在，绝对正确啊。所以不是施处非处力，
有理的施出，不合理的悔出，只有佛家能够完全断听，所以不是施出悔出的。听一种人家的详细讲，那各位现在压波子的压力是简单讲，详细讲那过去未来现在三世的所做的压力所讲的果报千差万别，佛陀已经了了分明，谁对因果而彻底明白了，只有佛成就佛果，真能叫彻底明白。菩萨以下都还不究竟，何况那里凡夫呢？所以对于世间的因缘果报，唯有佛将彻底能够观察出，也就是所谓业力啊，观察世俗世间一切众生啊，三世的果报，所有的业感，佛彻底明白，那就是业力。第三天力，详细讲，那三解脱。三密念枪之力详细安都是简单，就是听力，三就是听，三听各种有修禅的解脱的三密的那个所谓真听真受，比如说修种种三听的种种三密，非念非枪，不能抽出世间所以有漏三听，四三八听为怎样出世间的三听，乃至九种太三听，该就是枪三听跟两枪这个智力彻底明白，该就是听力。这是紧力，紧是众生的紧性，详细讲我们紧身落智力，众生的紧性千差万别，非属性非疲劳佛将能够彻底明白，比如说哦，两个众生两个紧性上多样的是属性也是疲劳，我们来教化几张位得到解脱，佛彻底明白，所以才能因己说法，因众生的见己说法，因为他的众生的见心的力啊，有这个智力能以众生的见心，这位是见力，见就是众生的见心。欲力，欲力呢发扬经称为解力，解力又是启蒙的意思，解呢就是对一切法彻底明白啊，佛对于世间众生的欲望即了了分明，哦，哪个众生喜欢哪方面，该啥众生喜欢哪方面，即了了分明，因为即了解众生的欲望的智力，所以不是种种解智力，了解众生的一个所有的希望性，每一个众生所希望的佛一看就理得明明白白，跟我们欲力不是说佛有欲望，是指众生心中的希望佛了了理得啊，所以不是欲力。譬如戒力，戒力呢就是种种戒之力，戒是众生所感受的境界，众生所有各种境界千差万别，佛彻底理得，比如说八月十五中秋夜夜，天上的夜光最圆满的时间，它是每一个人看到的夜光的心境无穷样啊，永远就床前明月光，疑是披上霜啊，举头望明月，抬头思故乡，永远中秋夜夜看到的夜光的神欢喜心啊，很好的很圆满的，永远看到的中秋夜夜也没是理想的游子，看到思绪故乡就会流汗目之来，各人的境界千差万别，那境界无形无相，在心境中各人的感受无重要，贪佛也提的，这就会是种种戒之力啊，简单就称为戒力，提的众生种种境界，也就是说众生心中所有的感受其已经明白，这就是为了戒力。第六，提起支出力，方阳明想说讲到一切支出托之力，就是讲你的一切托的支出相，修嘛个托，
多太嘛个境界。比如讲嘛，修五界十善，升天上人间；修四十八天，升十五十界。如果修三文化，四地三十七脱品，离苦团心木灭修脱，能证出世间嘅阿罗汉一盘身果。修十二因缘嘅反面门，能证辟极佛果。修六度万行，能成就究竟佛果。知出力，知就是多，多贪嘛该境界，多贪嘛该解位，该就是出。你修嘛该法门，能够多贪嘛该解位，佛教条分明，完全提的，有两个智慧可以明白，所以不是知出力，该是提起。提拔生命力，佛有生命同，提的过去未来。提求田园的，富有田园同，行沙界外一的旨意，几多提的几个点数几多，同时乐意，个天上落下个意点了，究竟有几多，不完全清楚，有田园同，啊，用几个田园一观察，马上提的，哦，你下落有几多意几多点，才大明白，这就是富个田园之力，其实六亲之力。简单讲就六亲的六烦恼，烦恼个太名词也讲得清多了，不必细讲。佛的烦恼完全断尽了，已经所谓五处究竟一心圆满，所以是六亲的，就是佛没一切烦恼，烦恼完全断尽，六亲的。佛有两个实力，现在看参门啊，佛实力中压力深深，佛有实力。在这个十力之中啊，这个压力最沉，十力之中压力最沉。用来讲压力深沉呢，佛有过去修种种世俗世间的一切善业，广修六土万行，啊，三地修福慧，八劫众生好，他们也成就无上菩提的身果，那就是由其过去所修的善业、善业的力量，占有两个成就，这是佛跟压力。就是过去修善业的力量最为殊胜，所以称为甚深。现在加佛跟业力甚深的，比众生初业的业力，众生初业的业力也是甚深，非常严重。一旦有个业力出生，而挽回而变通就困难了。佛是一种业力甚深，也是加佛跟业力善业力的，比众生的恶业力。力量中央很大，但系前面已经讲咗，也嘅水仓嘅参门啊，喺强烈嘅桂凤太师嘅严国建修正以后啊，编出来嘅。他呢啊，一参门以下呢个参业业章嘅文字啊，喺出在呢个严国建修正义嘅 T 恤上边。严国建修正义嘅 T 恤上边之中呢？关于第二一团文，佛是的种，业力深沉，第二一激发，才要给严国建修正义，多少莫忘的重要。在那个严国建修正义上讲，啊，所以佛的水准不以业力。严国建修正义第二激发的原文是安尼，所以佛的水准不以业力。如果照两句话来解释，讲话佛的实力虽然很尊崇、很殊胜，但是也有时会抵不过众生的业力，讲不以业力。有人看到我误会讲，哎呦，我讲你菩萨当众生不得了，讲法是两种的误解。所以我那个是做早了不睡，差不多时间把两句话拿来过一下，下周佛实力中。压力深沉，虽然按你改过嘛，现实讲话佛给压力，佛给实力中的压力，然后众生初往有个压力，初三界有了有个压力，差不多中央按重，按厉害，按沉，按沉，可以，唔会本人误会讲话哦，个佛的差不多众生压力的，唔会有按你个感觉，但如果你很明白。严国建修正义的言论的意义啊，不会怀疑。要么讲呢，古人讲啊，佛有三本能。
佛没万能，佛教有三不能。唐朝的年会上时，这个年度方就有讲，佛有三不能，哪三种呢？第一就是听也不能言，听也就是无言不能吐，第三就是不能听众人间。其他一切佛可能都做得到，只有这三种佛是某个力量做到。那么哪一众人的压力严重，听也不能依赖这样的讲，所以讲佛的水准不依压力的脱离还是同的，还是可以同。因为佛虽然成就实力，可是众人的压力非常重，众人的听压吧，众人佛力也没办法好挽回，所以讲听压不能依。比如一听二吹了，听六个吹压，佛也没个力量挽回。所以提婆太多错了，五压太脆，有了听用，这佛不可能说哦，也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亲属，我不能用你老听用，我提对妥协了就是了，没可能，照样要吹听用，听压不能依。那么有众生的听压不能依，就可见呢、佛的水准不依压力，压地方是有脱离。家庭讲夫妻能够转变众生的压力哈，这世间就没众生了。世间的众生多做都给他想了，不是说要受轮回。这意思就是讲嘛，佛有个力量可以把你长拖到极乐世界去，不会说世间出苦。这就是真这个超人的压力了，这力量啊，佛无可能。佛度众生只能做众生的真上人，启发你，喊起来一修行。众生自己不修，佛没办法把你强拖到佛过去，所以可见，佛的水准呐、不依压力，不依众生的压力，因为天也不能移，是有脱离的，啊，以前还有无言不能吐，不能轻众生间，你还都是有众生的压力所感，压力为主。为重，啊！众生如果老佛无言，佛众人想要吐气，也没办法吐的。所以佛才是有意思，有一个相传呐，给民众亲哦，那么一般人就要求佛，讲是说呢，你太子太比有广太神通，来干翻个暗恶个相传的人。佛就讲话，该传人老爱无言，爱去吐啊，就不能接受。叫个阿妈人呢有人呢，木见脸，叫木见脸存在有人，他木见脸一吐吐的多，所以佛就喊讲木见脸存在，该你去吐，该存人老有人，你去他就唔会对你恶，就吐的多。果然嘿，木见脸存在一去，该一存人看到该该反击，堂吉说法，统统都得吐怪恶江山。后来人家我都奇怪哟。跟用佛吐唔到，佛个梯子上吐个多个眼睛从那边呢？佛讲话，其目见连老个村人见到有人，高医生这个人，你还有村人高医生老爱目见人，爱许多不但吐见唔到，只有广佛，反多种错水呀。所以讲就是无人不能吐个明证，还有山东罗姆，啊，等你后边有机会咱讲啦，故事讲太多，要给正文讲下去。像山东老母也是一样啊，老夫同生一时，他不接受佛的教法，原因就是无言。那么有按那个脱离可以明白，佛实力虽然极其尊崇、极其尊贵，但众生的压力非常强，听也不能移，所以不移压力也是有脱离的啊。不过要是大家不会对佛的神气反应。所以我太国是拿着过一下说佛是力中压力深沉，他也要提的讲佛力水准呢、不以众生的听压跟压力啊、他可以懂唐诺亚一点我特别注意啊，现在厉害哈、就是心力脱力能够升高压力的时间，佛力不可思议，众生的压力也不可思议，众生修脱的心力也不可思议，这三样同样不可思议。现在大家精神健康，零零角角，精神正常，不会发生什么错误的问题。
那就是心力脱力还能够升高念力。等到了临命终时啊，将将要临终的时间，无常要来个哈，那就是业力升高心力，业力要升高我们的心力。所以往往有人到了临命终时，八种五天发生太问题，跟原因就是业力升高脱力呐，业力升高你的心力。所以因此是故，现在身体健康要努力进修，莫错过这个机会。等到临命终时，业力现前，业力升高脱力，那就完了，那解脱就有问题了。所以因此是故，这个众生的业力那是相当严重。下面继续讲啊，看参文，凡夫之人，多以此中，好喜逆法。世间六通凡夫，对于你啊，跟善恶因果业报问题，此中就指这个善恶因果业力问题。众生啊，极容易生起怀疑的心、逆法的心，好喜逆法。你在何时突起上就是好。好傲的好，众生对这个业力呢，就会容易生起一种怀疑的心、迷惑的心。让我们讲众生对这个业力会生起怀疑的心呢，下面就说明了何以故你，何以故反问词，你怎么个不安呢？怎么个众生会怀疑这个业力的原因所在于？下面就是解释，天间世间。行善之人，出向坎坷，为恶之长，世事害人。因为现在啊，普通一般世间人所见的情况，往往是行善的人啊，出向坎坷。要么那坎坷呢，也两家是都有几十片柴啊。也就是表示讲话，路唔平，个个大大坎坎坷坷，踩行起来一波一跌，踩行不利嘅情况，都坎坷，坎坎坷坷。意思就是讲，现在一般人看到世间行善嘅人啊，就是讲好人善人啊，往往是样样啊不自在，唔利事。做事业也失败，身体也不健康，多方都有问题。四十年来，我已经谈过千多了。有人啊，往往有幸福以前挺好，身体挺健康，事业挺顺心。非常奇怪，就一幸福，一皈依三宝，一发心布施，一学佛修行，情况不重要了。事业也失败啦，家庭也不平安啦，身体也偏啦，样样不如意啦，发生那种事情，那他就会误会，我是没修善，我头摆不幸福，点都还好，我这么一直幸福，坎坎坷坷不自在，事业也失败，身体也不健康，家庭也多方面不利，都不好。好像是因为幸福这样发生按理的情形，修善这样发生按理的情形，世间上这种人不会少了。这爱的经验我已经谈过很多，不过他的模范也很温柔解释，为恶之长，世事害鸟，害佛的意思，佛害鸟，批的意思，批对师兄发讲，好事神松啊，好事神松就是这张鸟这个意思，鸟啊就是一对啊，有两样就是神松，两样东西神松不是鸟，海鸟，去调和去顺息，样样都对，我们海鸟，给做恶压百年的错吹压百年呐，给真奇怪给错做个事情呐、啊，样样按调皮，按和按顺利。会在海鸟，好像是初行一般人，不幸福，不受伤，样样顺利，样样按自由，样样按顺办，这就会是海鸟。世间人对这点就不生气烦你了。下面就是世间人想的法，
为人天下善恶无分，为人有众生的想法。一般众生心观就会按你想，念呐、啊，心念不一定都讲出来，心观按你想，他有时也会讲出来。讲的天下世间呐、啊，好像是善老恶莫分别咯。你们讲善恶无分呢？做善事的人出向坎坷，做恶事的人事事害人，这两个善恶莫分吗？世人往往对这方面生起了一种的怀疑。下面就说明了，下面解释：以此解者，解释不能成他压力。上面按哪个直接解直错？上面的种按那个往这个直错的人呢、啊，往往都是对于那个善恶因果业感的脱离呀，不能彻底了的。所以讲，解释不能成他压力，解释通通都是啊，你讲土话讲，通通都是啊，不能同他成他那个业的脱离。对的，善恶因果业感的脱离呀，既不能彻底明白。成他成彻底他了底了，彻底了底善恶因果的脱离，怎么怀疑？如果对于那个善恶因果的业力不能彻底明白，一听对那个情况就会发生怀疑了。下面就是解释讲，怎么个有按那个情况，就是讲修善呀，出向坎坷。错恶是事事害人，因为有按那个情形呢，何以故呢？啊，我们讲，因为有按那个情形，何以故？反问词，你指上面的啊善业的苦报、恶业的乐报的情况同样，怎么个会有按那个情形？啊，以及不了解一个承担压力，怎么有啊会怀疑？因为讲，你不能承担压力呢，何以故呢？所以他不能承担压力，因为经中所讲的业有三种果报、一般世间人就不能明白。所以说经中说人有三种业，经中说人有三种业，两句话在这个三个人国经修正义提出三件两一团文的人文讲啊，讲业报有其三种，讲业报有其三种，唔系有三种业。讲初度嘅业力呢，所感受嘅果报啊，有咧三种。啊，也未讲有三种业，也系指果报三种，唔系讲初业三种差别。不过正在创业的时间也有从前创业的差别了，但是现在有果报过，所以只论这个果报啊，有三种差别。何等为三？现在三种差别呢？一者先报，二者先报，三者后报。善恶因果的业感嘛，必听了论三世，你强论当时莫可能明白，强论两一生啊，今生一生所说的善恶业，但论当生不能彻底，因为世间众生的业感并不是每一样都能现身现报。有人往往会想说，可是我现在就报不你看，你怎么感动，怎么相信？可是这个众生所说的业报啊，没有神操纵的，没有万人操纵的，都是自己做自己受啊，没办法说你想一忘记先报就能先报，那主要要看你创业的情况非常分要。所以说有点三种果报，下面就解释了三种果报。先解释这个先报，一者先报，先解释先报啊，可能咱们先报业者，先猜作恶，先神书报，也就是先报。先就是指先神呐、啊，指了一神。
两一生所出的水眼出到红眼，现在神作恶，现神就受到果报，要不是现报，现作现报啊，必定要清强的压力，掌握现作现报。第一个十年变化，十年的出现，更多十六年啊，当然就要赔命了。所以十年的果报，强拖土匪强夹十年，啊，那就因为十年的缘故，天命亏亏啊，所以不了，啊，今天要受到国法的制裁，也要判死刑。该点啊，总错到安阳中的出现。压力极强，所以现在就会接受果报，现成现报。家庭唔咩安全嘅，就不一定咯。作恶业极强，当成受报嘅情况多，比较多。比如讲土匪强迫，啊，杀人抢劫，现成受报嘅情况比较容易，能够前面多。如何对照？三业，我做到安全，当成受报啊，就比较难。我问讲呢，因为你受善业的时间啊，心力唔强，唔明理，非常犹豫而发，所错的善业都打了折扣的果报，所以因此只顾呢错善业要得现成的果报啊，除了冥冥中有果报之外，而这个现明的果报，当下看得到比较少，不容易。他没全貌，一定有，那就是先生作善恶业，先生受果报。现在叫恶业讲，先报业在，现在作恶先生受报。现在了一生了，在身体就受了果报，啊，从此人变化，先生受报。其次，这是善报，善报业在，此生作善作恶，来生受报。善来生，转过世了，出过世。一生死的之后再转神章一书波听一神波该按照神波猜了一神次神了一神一神非作善非作恶、无论善恶的压力一定都来神章书波作善来神书快乐的好波作恶来神书苦的果波他们有点都来神你还一点就会不明白连现在人看得到快乐今生做的善业，等到来生受果报；今生做的恶业，等到来生受果报。也都唔明阿啲凡夫嘅用人看得多，所以众生就难明白啦。所以必定要先三思因果，谈判当时冇办法了解，也只是善报听听。第三种，后报，后报业者，或是过去无量善种，作善作恶。一次善种树，发财未来无量善种树，这是后报。要买了后报，现在做呀，等到以后五地而加几多善长报，三善五善乃至千万善很有长寿报。所以讲，发就是不一定的意思，发则是过去善无量善种，过去在无量善以前，发作善，发作恶。等到你也成长书报，非常今生所做的善业、善恶业，要等到未来生无量生以后长书报；非常过去所做的善恶业，还要等到将来无量生以后长书报，也不一定。然后后报，第三生以后长书报的都叫后报了，第三生以后乃至前半生的都不一定的了。该就是等到未来生长书报。有时可以理解，一个善恶业力量会有复杂，可能七代明白，那你凡夫众生是没可能理解的。所以是讲问你夫差事的时间，本来福的鬼天出家，鬼天在七十岁以前，受必修戒，鬼天在六十岁满以前，超过两个年龄就不能结束了。当时有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家，身体倒是很强壮。突然引发什么出家，来到叫古突人，我要求出家。当时佛从我去教化了。你啊，老人二来出家，原本年龄超过了八十岁以上，啊，但佛有规定讲，
如果超过年龄的人要有特殊的善根，你得出家，别听，必定能够证果，将可以吐，否则不能吐。那么一个老人多了结果吐人，当时五百阿罗汉才了个结果吐人。他既然要出家，他就随上述沙利佛，我们沙利佛，沙利佛一敢答应，他就同意，提议就问沙利佛。沙利佛是阿罗汉呢，你听一看，啊，这叫老人啊，八万劫了一点善根都没。三宝门中某众多营养善根，也跟人出家来做的呢。年龄超过了，体格条件不符合，某善根听念条件也不符合，不能脱离出家。所以就建议说，干你参加修好了，你不能出家，何人安慰？从此五百阿罗汉一个一个都强头猛头，个个都不敢答应。哦，沙利夫是上师啊，即是两头长，个几都不敢答应啦，外头他敢来敢答应咯，没人很脱离。啊，你老人家先发什么出家，结果又茫然很吐，出到结果都人问我就说个啼哭啊，说个叫啊，那发什么出家茫然很吐啊？只能说个叫的时间呢，是阎王礼佛去教化，不转来了，回来了。到门口看到你老人说个尖叫，他们一个啊，你老人怎么个安静哭在叫啊？哦，个老人看到都是阎王礼佛放弃到自己，唔提到去当地。讲哦，师尊啊，我像我出家，人家太弟子都唔很吐，讲系无善见又超过人哋。师尊讲：冇要紧，来来，来吞，随时带你去。就喊我娘讲：来，那个老人啊，剃头，就要出家吧，马上脱去，马上剃梳嘅。剃了头发，随时梳嘅。冇多轻易就进阿罗汉果。当时剃头的时间，大家就怀疑：哎，师尊用乜啊呢？出家的法，出家破法。有嘛？超过年龄，超啊，冇上进的人不能脱。一个人两种条件都没符合，怎么个叫土建咯？破坏其实个地方。可是经过清理以后，真阿罗汉果，大家又感觉到奇怪了。无善根有没真阿罗汉果咯？无因有没有果？所以当时大家就来请问佛讲：师尊啊，你老人用办无因没有果，佛用办违背四年的土建。佛讲解释讲：你俩的阿罗汉啊，智力有限，你只能抵百万太劫那个事。超过百万太劫前的事情也不抵了，用念上老人啊，百万太劫以前，有一生，中了阴阳善根，阴阳了一生佛陀，两个善根神受，所以现在出家了。那我们你百万太劫以前跟阴阳一生佛呢？用你百万太劫以前有一年，啊，做仇福，讲仇埋没。那么现在寺庙上经过，唐人讲阴阳父亲和功德心态也记在心中，他也没就做。因为你在山上检查的时间，突然间啊，一个太老虎走出来的二十世纪，他就请走。就没那一关的老虎的脚多嘞，多多几岁数的，他就爬上树上去。老虎没上树啊，你没讲，俺有办法。结果上树那个老虎看到你啊，在树的暗色头的，啊，老虎要怕已经堵进去，二十点钟还紧，就挨个树头，挨个树头，我挨不疼。哦，真挨真挨，可能挨不疼呢。那老人看到受气呢，跟你啊跌下去，天都蒙面嘞。突然间想到讲，哎，我以前在寺庙上听人讲，念佛听好，哦，当下就念上南无佛陀，就念上佛，哦，跟无量劫前不一定是念阿弥陀佛啦，南无佛陀，念上佛。他在想念上佛呢，当下的感应嘛，跟老虎就走脱了，唔会挨树头，当下的感应，啊，修炼一念善根，以后要莫再种善根。但是第二一上佛现在已经成熟了，根本就所以发心出家。既然发心出家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一上佛，何见你个善根一旦种落去，永久不会发，由于金刚种子永远不会发的。经过百万太劫以后，还是要成熟，会出家。你啊，就是后波的后波了，你啊是后波最后的证明。所以他讲莫逆力。你现在修身结天长了有何报？而像那个老人，只念弥上佛上下长了得解脱真阿罗汉，何况我阿弥不知念弥上呢？所以讲就是最后的啊，长生记。这个故事没隐藏的，就是《太庄严论经》，马明菩萨出的《太庄严论经》，必定有个事实。他们就解释讲嘛，前面那个三种果报，你如果是明白。对上面的逆力啊，作善坎坷，作恶害鸟，这逆力啊就可以消除了。所以下面就解释讲：若今行恶之人，现在见好者，可能什么呢？
此时过去神报后报三年属故，所以现在由此落过机关现在作出恶念以得后报。也神解释讲了错恶念感人得后报不会安，所以说十六金本人你太敢看到做恶念感人行恶感人错种种恶念感人现在看到清好啊，此时海念用用清好，也应当二点，此时过去神报，过去多神以前所说的三业神说，啊，过去神的后报三业说故，过去多神以前做的三业已经神说，形成修了个后报，所以现在如此落果，现在神就按快乐的果报，啊，纵然错恶啊，也还是得快乐，原因就是过去的三业说了得后报，器官现在做主恶业，已得后报。那有关于讲个精神作嘅行业在做三波呢？唔系呢个事情，佢唔系精神作精神波，是过去做嘅三业神作精神收波，精神是收波嘅时间，精神作嘅行业要将来收波。所以讲，那些关于现在作嘅行业精神在做后波呢？唔系呢个事情，现在嘅快乐嘅果报是过去神作嚟嘅，精神作嘅行业要将来收波。三业的。在坎坷的情形也是中央反倒转来讲，就看继续下文，若今行善之人现在因故者，此是过去善报后报恶业所故，现在善行利益不能排遣，是故得是苦报，器官现在作善已就恶报。现在做善业的人因故，因就是因缠缠飘的意思，本苦所缠飘清苦恼，跟原因说那边呢，只是过去神报，过去神所说的恶业神受了，这就是过去神的恶业的后报，现在呢感受到过去恶业的苦报。那现在的善行的力量啊，虽然说善事力量轻弱，不能排除前世以下的恶果，一个恶果啊，你现在做个善业某个力量可以抵抗的，不能排除这种恶果的苦恼啊，所以啊，纵然受善业，现在还是干苦果，原因所在边，是故得是苦报。因按那个缘故，咱们现在虽然受善业，而得到苦报。认识台湾救狗协会及救狗园区，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慈悲置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使其免遭扑杀，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另安置近300只狗儿，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令其获得安养。于2014年7月份统计，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1000只的狗儿与养护园区。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饲料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亦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透过各类相关活动呼吁大众重视生命，爱惜生命，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互爱共存，消弭暴戾之气，促进社会祥和。有一个米莱尔巴的故事很有名，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米莱尔巴常年在山洞里独自休息。有一次呢，他来到了西藏和尼泊尔的一个交界处，找了一处山洞住了下。现在这个地方呢，属于尼泊尔的马南地区。有一天，米莱尔巴突然听到山洞外面传来猎犬的叫声，接着就是一声巨响。于是呢，心想这里一向是寂静，是禅修的枷锁，难道今天来了障碍了吗？想着想着，就走到洞口前面的开阔处，坐在一块巨石上面。一会儿的功夫呢，只见一只黑鹿汗如雨下，惊恐万分的样子，慌忙跑到尊者前面。米莱尔巴一看，马上升起了悲心，心想多么温顺的一头鹿，纵然从未伤害过他人，如今却被追赶，害怕成这个样子，实在太可怜。于是就向黑鹿唱起了道歌。听说米莱尔巴很擅长，也很喜欢唱歌，所以经常唱道歌。他的悲心和歌声感动了黑鹿，也抚慰了他的痛苦和恐惧。黑鹿呢，不禁流下了眼泪，乖乖的走过来，安静的卧在这个尊者的左边。这个时候呢，米莱尔巴就想，刚才听到了狗叫，估计那条狗已经就在不远处。正想着的时候，只见一只棕红色的猎狗气势汹汹的向黑鹿狂奔过来。米莱尔巴想啊，如果能平息他的怒火，那该多好。于是呢，心中充满慈悲的对他唱起了道歌。这次的这个歌声呢，也同样感动和安抚了猎狗。他咬着尾巴走过来，舔着米莱尔巴的衣服，然后就卧在了尊者的右边，两个爪子乖乖的放在前面。就这样，一只鹿和一条狗一左一右，像母子一样安详平静的趴在米莱尔巴两侧。这个时候呢，米莱尔巴就又想啊，在他俩后面一定有个猎人跟着，估计很快就要到了。结果呢，不一会儿的功夫，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猎人，手里拿着弓箭，气喘吁吁，大汗淋漓的
啊跑过来，眼露凶光，一副傲慢凶恨的样子。他看到鹿和狗既然那么温顺卧在尊者两边，啊，立刻就想，一定是这个于且是啊，搞的鬼。于是呢，就气冲冲地说道：“啊，你们这些禅修打坐的人，简直是无处不在。不管我是在高山上打猎，还是在湖边捕鱼，到处都有你们。我看你们这些鱼且是啊，死一两个也没什么关系。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的布衣能不能挡得了我的箭。”说着呢，就拿起弓箭准备射下米勒耶巴。这个时候呢，米勒耶巴就想对众物对动物啊说上几句法，他们都能有所感化。他是一个人，我要是对他说几句法，他应该也能听得懂。于是呢，就对猎人说道：“啊，先别着急射箭，听我唱一首，再射也不迟。”于是呢，就唱了一首道歌。歌词大意是说，佛陀说人生难得，可是今天见到像你这样的人，也不觉得什么，不觉得有什么难得。降服外地没什么用，今天是降服自心的时候。虽然呢，这个歌词的内容，这个猎人啊，没太懂，但是呢，他觉得鹿和狗这两者向来都是绝对不可能共处的，如今呢，却像母子一样和睦相处啊，实在令人费解。此人一定有些过人之处。于是呢，他就走进尊者住的洞穴，啊，仔细查看了一番，想要瞧瞧这到底是何方神兽。结果洞里面啊，除了一些荨麻草之外，一无所有。这个时候呢，他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信心，就对米勒耶巴说道：“啊，请问你是哪位上师啊？师承何人？修的是什么法？啊，谁在照顾你？我能不能跟随你修行？等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呢，米勒耶巴就又唱了一首道歌作为回答，意思大概是说：“啊，我是米勒耶巴，迪罗纳罗马尔巴是我的上师，雪山土山是我的住处，岩羊和鹿是我的家畜，兔孙狗狼是我的守门犬，日月星辰是我的风景，神魔仙人是我的邻居，猿猴和熊是我的玩伴，光明快乐是我的陪伴，荨麻野草是我的食物，山泉池水是我的饮料，气脉明点是我的衣服。”你要是觉得这些都适合你的话，就来跟着我学习吧。猎人听后呢，看到尊者所说和他所见的状况完全一样，心中呢备受感动，随即恭敬的顶礼尊者，而且把弓箭、猎狗和全身家当悉数供养给了米勒耶巴，并请尊者慈悲摄受他们。于是呢，后来这个猎人就成为了米勒耶巴的八大弟子之一，叫做猎人耶巴。所以说，我们能够投身为人道的几率已经是微乎其微。
而又能在各种不同的人生当中获得暇满人生，成为修行人的可能性，基本上就是